范国威议员，主席，我今次的发言咧系就修正案编号31，即系喺总目21行政长官办公室分目000之中咧，系削减行政长官外访活动嘅全年预算开支，即系等同150万。主席，特首梁振英咧经常同香港人讲，就话要强调系做好内交，佢自己本身身體力行，差不多呢或者幾乎呢每個月都回大陸去拜訪一些地方領導，又或者是出席一些官方的活動。梁振英說多做這些內交呢是可以深化中港合作關係，不過坊間傳媒經過推敲而得出來的幾個的講法呢，很明顯和梁振英的論述呢是很不同的，我在這裡會跟大家分享和作出批評，更加認為他這些做法呢是浪費公帑，所以呢是理應是要削減他這些外訪的開支。主席，第一，有人說特首是特別喜歡回大陸，是努力地是為自己是去爭取這個政治的籌碼，跟過去的特首不同呢，就是梁振英除了是向中央是去述职会返北京之外呢，得闲嘅时候冇事呢都会喜欢去一啲二三线嘅城市兜兜风，无论係重庆、海南、贵阳、南宁、福州、厦门，仲有一啲呢就是你听个名字我哋都唔知道喺边度嘅，例如好似钦州、防城港都有我哋特首梁振英嘅足迹。当中梁振英喺去年九月主动系到访嘅重庆呢，更加是令到香港人是譁然同埋質疑，點解呢？因為當其時薄熙來案呢是鬧得熱烘烘，即係好多人關注，但係拜訪重慶呢係為營商，係一或係為咗政治理由呢，香港人好明顯呢係質疑嘅。主席，事實上呢，上述大部分嘅城市雖然都係算係泛珠三角嘅地區，即是同香港呢唔係有好多大嘅聯繫，我哋睇到商機亦都唔係特別多，而且如果係要簽訂一啲合作嘅協議，亦都唔一定呢係要我哋嘅特首梁振英係親自出席嘅，大可以交俾財政司司長曾俊華、財經事務及副務局長陳家強，又或者係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良呢係去簽署。香港我們自己有更加多的本土的規劃，本土的民生事務是等待我們的特首梁振英是去處理去關注。民生無小事，內交屬其事，其次是我寄予給特首梁振英的，但是梁振英做的呢很明顯就是本末倒置。梁振英個個月都回大陸親身應邀，甚至乎是主動北上去會晤這些城市的領導人，香港人看見就會覺得是以尋找商機為名，是藉著公帑是去建立他自己的政治人物。主席，我們香港特別行政區首任的行政長官董建華是因為健康的問題辭職之後呢，即刻是獲得中央政府委任成為全國政協的副主席。梁振英既然是董建華時期朝中的要員，對董建華升官的路呢很明顯呢是很清楚，了如指掌。他現在頻頻地呢是北上去商談合作，鼓勵香港人北上大陸去發展，甚至乎是透過一些政策的安排呢是去吸引大陸人離港，種種討好中央的動機呢是非常之明顯。梁振英進一步的內交帶來的只是會是更加多或者是無止境的自由行旅客、盲目的中港融合，以及更加多是對香港民生不利的因素，這個是我的批評。主席，要挽救香港的民生，要妥善處理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施政呢，新民主同盟認為削減特首外訪的開支呢是很重要的一步，一方面是可以防止
有人是為了卸任之後升官發財去鋪路，只是顧著大陸是不理香港，另外一方面呢亦都可以令到特首是更加多留在香港專注投放更加多的時間呢是去關顧民生體察民情，這個的做法這個的安排呢是百害而無一利的。主席，坊間流傳梁振英喜歡回大陸的第二個原因呢，就是他每次北上大陸那方面呢幾乎都是安排去一個全包宴，食宿啦、交通費用啦，通通都由大陸呢是去支付。好似2013年4月去出席呢個博鳌的亞洲論壇，就獲得博鳌秘書處贊在在市內的交通，以及特首本人還有三名隨行人員其中兩人的住宿。又例如去年9月去出訪呢個貴州的活動，梁振英的兩日遊呢亦都是獲得貴州省政府贊助市內的交通，同埋特首本人同埋四名隨行人員的住宿。主席，我們的特首梁振英出訪大陸的城市差不多好像是一個免費郵浮，收盡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好處，換來的不一定是更加多的商機，可能是涉及一連串的首尾。香港人最擔心的呢，就是這個世界上面是沒有免費午餐的。當我們的特首代表香港是去出訪，用香港的名義去洗大陸的錢的話呢，往後要還的可能就是香港人，細的就是可能要求特區政府往後接待這些大陸官員的時候依樣同樣的規格是去提供贊助，大的就可能是在經濟合作上面提供優惠的條件，甚至乎香港我們自身制定公共政策的時間呢是要顧全他們的感受等等。此外，主席，還有的就是公職人員收取贊助外訪，過去呢其實是有惹人非議的事例的。梁振英現在做的呢很明顯是明知故犯。我們上任的行政長官曾蔭權2012年的年尾被傳媒踢爆是接受富豪款待豪遊澳門，即時是令到他的民望是大跌，及後呢是被輿論冠以貪爭這個的稱號。早前立法會議員接受航空公司的贊助去到法國考察，亦都是被市民呢是質疑有沒有涉及利益衝突。我舉出這些例子，主席，目的是希望我想講得很清楚，就是說公職人員收取贊助外訪是會令到香港市民產生貪腐的觀感，梁振英收取贊助亦都不會例外，是會令到香港現在已經是急跌的廉潔程度評分呢是雪上加霜。大陸現在尚且是去提倡節儉、縮貪、倡廉、面子工程，一切是從簡，但是贊助外訪的做法呢是跟這個的大方向呢是背道而馳的。我們的特首如果是照顧香港為香港人做事，就應該要停止這些收取贊助的外訪，以免是陷中央和地方政府於不義。主席，綜合以上我剛才提出的論點呢，新民主同盟認為贊助外訪這種做法，梁振英作為特首是不可能不清楚不明白當中的利弊。梁振英身為特首，現時出訪收取中央政府的贊助，與中央這個這樣的交往涉及的利益瓜葛呢，其實是會日後種下了這個的禍根。新民主同盟提出削減外訪預算的修訂呢，是為了減少特首內交，甚至乎講得通俗啲濫交的機會，是挽救特首和香港的廉潔形象，同時是避免梁振英是欠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一屁股的債、人情債，卸任之後呢就要我們香港人去還。主席，梁振英上任之後平均每個月呢是出訪一次，外訪次數之多呢是比起世界各地很多國家的元首級人員呢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的。
美國總統奧巴馬截至今年的2月5年的任期裏面一共外訪只是32次，平均接近兩個月才出訪一次。金磚五國之中的俄羅斯總統普京12年的任期裏面出訪近80次，即是平均都是接近兩個月才出訪一次。另外一個金磚國的元首印度總理辛格在10年的任期之內外訪的次數是73次，平均都是 1.64 個月才出訪一次。就算連我們香港人覺得施政混亂看不起的菲律賓政府，他的總統阿基諾三世外訪的次數也是遠遠低過我們現任特首梁振英，三年半以來只是出訪過22次，平均都是兩個月才出訪一次。主席、特首甚至乎我們特區政府官員外訪的頻密程度呢，其實是引起市民的關注，亦都是令到我們質疑年年月月不斷的外訪到底是有沒有實際的需要呢？上一任特首曾蔭權7年的任期裏面外訪55次，平均個半月就出訪一次，卸任的時間呢就被傳媒輿論批評是去耗大量的公帑呢，是去遊浮，藉住他特首的職位呢是以權謀私，受人指責的還有捲入籌作風波的前廉政專員湯顯明，他用公帑外訪亦都是私自加插了一些遊山玩水的行程，沒有受到適當的監管，他的行為令到香港的廉潔形象是蒙羞蒙污。主席，除了上屆政府的官員，現屆政府外訪的做法都是為市民所詬病的。教育局局局長吳克儉去年12月就被踢爆，上任以來豪花了90萬外訪高達37日，足跡遍及大陸、英國、美加、韓國、澳洲、新加坡、印尼等等，大部分都是為了推銷香港的教育和考察，而不是有實質的雙邊計劃是需要落實，是被輿論抨擊為是沒有必要，所以他更加應該是多些預留時間在香港處理香港的教育問題，而不是這樣是不斷外訪。主席，新民主同盟認為梁振英作為特區政府之首，是應該削減沒有必要的外訪行程，整個的梁班子都應該是要以身作則，所以我現在提出修訂，是削減的150萬元呢，它產生實際的效益呢將會是遠遠大於這150萬元的。去年三司十二局首長全年外訪的開支呢就超過600萬，即是說如果我這個的修訂是獲得我們立法會議員支持的話，是可以是產生一種糾正整個政府外訪頻繁這個這樣的風氣，最終的效益呢是可以是等同於150萬四倍之多的。所以希望我們的立法會議員能夠克盡監察政府的職責，去支持我提出這個削減行政長官全年外訪活動開支的修正案。主席，本人謹此陳辭。